一分钟心理学，从众效应。你为什么会随大流？战友们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？说有个人呢，仰着脖子望向天空，其他人看到了，也都纷纷抬头望向天空，以为有什么好看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才知道，原来是第一个人流鼻血了。当人们见到一种行为或者某种观点有很多人在做或者认可的时候，就会不自觉地以多数人的意见和想法为准，下意识地跟随大家的脚步，这就是从众效应。当然有的时候从众是必须的，比如你刚刚进入一个集体，如果太过特立独行，就会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。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对的。影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出到连队时，其他的战友在闲暇的时候都喜欢各自找乐，只有他坚持一定要为连队铺一条路，最后脱颖而出。所以战友们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千万不要盲目从众哦。战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